哎，我喝汽油，这不是汽油，是汽水。啊，那么给我喝一口。这样子吧，妈妈把我的布袋子手镯藏起来了，要是你帮我找到，我就给你喝一口。嗯，那我去帮你找吧。找不到啊，那我发个消息给我妈妈吧。妈妈妈，你是不是把果果的布莱泽手镯藏起来了呀？你们告诉我在哪里。对呀、啊、你想知道在哪呀？那你回答我个问题，我就给你提供一条线索。布莱泽用钓鱼的方式把哪一个怪兽给钓上来了？啊，钓鱼？那不是盖多斯吗？我记得布莱泽还把它变成了烤串。灰石，还有紫塔原始形态灰石啊，这是灰石啊，我要的是布莱泽手镯。嗯，那好吧，那我继续找吧。还是问妈妈吧，妈妈妈妈，刚那只是灰石，布莱泽手镯到底在哪里啊？灰石也是手镯的一部分呢、啊。那这样吧，你再回答我一个问题，我就给你线索。布莱泽的武器是什么呢？布莱泽的武器不是切尔索骑士剑吗？那他还有其他的武器吗？哎，不知道啊。那你都回答不出来，那我不能给你提供线索呀。嗯，要不这样子吧，如果大家粉丝们都给你点赞支持的话，我就给你提供一下吧。朋友们帮我点点赞吧，我真的很想找到那布莱泽手镯跟哥哥喝那个饮料。啊，吸索器是桌子。在这里，布莱泽手镯。果果，这是我真的找到布莱泽手镯。啊！万代布莱泽奥特曼中文版的布莱泽手镯，打开看一下。这个地方应该是安这个袋子的。接下来试下泽塔灰石。还有七色电光哎！我觉得布莱泽会更强，试下这个布莱泽灰石吧。是不是比你的厉害？太厉害了！我们把卡取掉也是有音效的。摸起来质感挺好的，也挺有分量的，戴上这个应该是可以变身了吧。我来戴一下。不行，我要戴。好，我来。这样吧，石头剪刀布。好，剪刀布。赢了、啊、这只手我赢了。搞错了，重来。剪刀布。哇，终于戴好了，布莱泽奥特曼变身。要死。